好啦，首先出場有我哋南方嘅廖顯宗，绰号老鼠，中国香港永辉拳馆，39战31胜7负1和7KO， 2013年51kg 香港泰拳冠军赛少年组冠军，2015年54kg 香港泰拳冠军赛 B 组冠军，2016年54kg 香港泰拳冠军赛拳王，2017年57kg IFMA 世界赛铜牌，2018年57kg 香港泰拳冠军赛拳王，2019年57kg 香港泰拳冠军赛拳王，2019年55kg WBC 香港区金腰带。好了，轮到你洪峰，洪峰今次出场的选手是吴家俊。吴家俊，绰号咖喱，中国香港，来自布德拳馆佐敦宾馆，25战20胜5负3KO， 2018年60kg 香港泰拳冠军争夺战拳王，2019年57kg IPCC 洲际金腰带，2019年60kg WMF Pro 金腰带，2019年60kg 东亚泰拳锦标赛金牌。好了，这一场的拳证和裁判都是李耀东师傅的。咁啊嚇，睇下你哋嘅師兄如何啦？係，我哋要歡呼狂呼一下先。老鼠都唔弱㗎，我話俾你聽。好睇啊呢場。好，我哋將個台交俾咖喱同埋老鼠。好啦，話咁快嚟到第13場嘅精彩賽事啊！呢場真係人氣拳王嘅比拼啊 ！KEF1 賽例採用嘅60kg 嘅男子比賽，紅方係富德拳館佐敦分館嘅吳家俊。咖喱，南方是永辉拳馆的中国香港永辉拳馆的廖顯宗，绰号老鼠。两位都是名将，亦都是打一回合8分钟，不会休息。你看廖顯宗的战绩，39战31胜，认真标炳。亦都提提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我们多些分享，我们会找多些精彩的拳赛给大家看。好，比赛开始了，雙方都是一些非常有經驗的拳手，第一個回合雙方都會想試探對手。吳家俊說回，我雖然大家知道他綽號叫咖喱，但是我們拳館喜歡叫他做火箭人。為什麼呢？火箭人是什麼綽玩法呢？首先是一個很靈活很有速度的拳手，快過火箭。對，沒錯，面方面快過火箭，很多方面的，大家繼續觀賞看看他的表現。老鼠呢？是的，他心口真的聞了隻老鼠，聽說他是屬鼠的。老鼠即是機靈一點，應該是打法很聰明的一位拳手，肯定是。是的，這個雙飛腳，但是被人踢到就當沒有。拜拜哥。老鼠廖顯宗，他擅長打是爭擊的。聽說這個廖顯宗經常在泰國打比賽的，好熟的，你一腳我一腳了，大家都很重，還有都很重磅，這個磅數是60kg， 就不算是重磅，但兩個身形是差不多，所以是比較接近一點。身形來說，我就看到廖顯宗身形的肌肉含量好像相對較多，但是咖喱吳家俊他就一直保持好的，保持非常好的體態。大家你看到雙方的拳腳都非常打得很漂亮，很好看，很有觀賞性。火箭是不是擅長腳多一些？是的，他的拳腳組合都是比較擅長，最重要是他是一個很靈活、很聰明的打法。過往他是用腦打拳的拳手，你看到現在雙方的技術都很高，勢均力敵。現在還有咖喱，他年齡只有21歲，但是他的拳齡已經有10年了。
好細個開始打拳，直頭好似泰國嗰啲訓練咧，其實幾歲就開始訓練嘅。但係廖燕中阿老鼠啊，佢都唔差啊，佢24歲已經有8年嘅拳齡啊，但係打咗39戰31勝啊，呢嗰啲真係好優秀嘅拳手嚟。Sorry 啊，應該係好優秀嘅拳王啊，睇翻佢攞咗呢個 WBC 嘅香港區金腰帶啊。好啦，雙方啦，似乎第一個回合啦，已經係開始讀緊對手啊！呢個回合前半段已經去到比賽，已經去到3分鐘噶啦，剩低5分鐘嘅啫。誒，呢個左勾拳啦，睇到命中咗對方南方嘅面部嚇。聽到師傅不斷喺側邊教路喎，其實真係聽唔聽得到？聽到嘅係你啲咁有經驗嘅拳手，啱啱仲開低數，係啦，然後踢到當步，踢到當步，可以休息㗎，一人一次，忘記他啦，我哋一般都係叫佢。但其實帶咗護音，我試過打啲館內賽咧，都痛喎，真係。如果啲腳重啊，護音都會踢爆，好痛啊！係啦，好重啊，雙方嘅拳腳都。看到吳家俊啦，佢喺度繼續搏拳啊！你一腳我一拳啊，大家都有命中噶。而家廖軒中嘗試打啲組合拳啊，因為起腳嘅時候係咪多啲空位出拳咧？即係對方起腳係咪多啲空位出拳？但係你都要防守對方嘅腳啊！嚇，如果唔係你會中個招啊！啊，廖軒中嘅腳咧，佢真係腳腳都上頭噶。如果你稍有不慎咧，就會俾佢 KO 咗。所以一定要手高就咁解。而家雙方都係一個膠着狀態，你試下要打啲組合拳先有機會打破你睇到吳家俊佢反應非常快啊！佢知道掃腳之後咧嚟緊啊，馬上就要接一個腳啊，所以佢馬上接啊。如果唔係就分分鐘俾人 KO 啊！好，雙方前鋪。説時遲那時快，得翻3分鐘左右啫。師傅邊個佔優多啲啊？而家係5波，雙方都冇優勢，應該嘗試打多啲組合拳，試下打破呢個僵局係啦嚇。就係呢下。而家好似聽到啊，其實雙方都要嘅，因為而家大家都係膠著，一拳一腳，大家都係。係啊，大家雙方嗱，你啱啊，咖喱打完一個 out body 嘅動作之後，廖軒中馬上又還翻一個過去啦。兩個打法都好相似嚇。勢均力敵啦，呢場比賽。咁啊，咖喱啊，同我講啊，佢上一場比賽咧，對自己係唔係咁滿意噶，咁所以咧，佢呢場咧就準備得相當充足啊，去應戰。廖曉忠而家打多密啲拳啦啊！好似聽到你講咁啊，師傅，你一定要打破個僵局噶，如果唔係咁打落去，大家都膠著狀態咯。係啊，掃腳中咗嘅，撐腳。咖喱亦都要打密啲啊！其實雙方嘅體能都喎，一回合連續唔唞8分鐘。係啊，嗱呢下好勁。呢、這個掃腳啦，聽到啊，好重啊嚇！雙飛腳，你一腳我一腳啊，一個高腳一個低腳，仲有2分鐘啊！睇下邊個可以打破呢個僵局先啊！好啦，最後嘅2分鐘啦，可以贏得呢場嘅勝利啦！睇下邊個會突破到啦！不過真係呢啲高水平嘅咧，其實大家都唔敢立亂進攻，因為你即係好容易中咗入嚟防守嘅圈套啊！係啊，唔可以露出破綻啊！嚇，所以謹慎啲嘅睇下兩個都啊。咖喱加油，老鼠加油！係呢場比賽真係咖喱老鼠都要加油啊！係啊，所以亦都咧多謝翻我哋晉星影業啦，同埋亞洲電視同埋富德拳館搞呢個咁精彩嘅拳賽俾大家睇。食中一下喎，師傅呢下？呢下唔係，呢下係線低失平衡啊！雙方都冇優勢啊！大家因為勢均力敵啦，啲拳腳同埋密度啦都比較接近，技術又接近。你話你一腳嘅時間，我又會還一腳，咁就要睇跟住落嚟啦。老鼠低數都好準喎！最後一分鐘呢個時間好精彩啦！搏噶咯，差唔多。係啊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回合嘅 KO 戰啦。咁如果你係冇讀秒或者係冇 KO 嘅情況下，就係啦，贏唔到噶啦。
即通常都唔計點數嘅咯。K 係 KO 戰呢場啊？係啊，因為八個回合個。八分鐘一回合嘅 KO 戰啦。最後嘅半分鐘都唔夠啊！要佢哋雙方仲會唔會有更多突破啦？啊，仲有十幾秒啊！啊，高數腳啊！聽到現場嘅觀眾啊，同埋教練啊，都為佢哋喝彩啊！好，連續嘅搏拳啦、啊！好，雙方頂失搏拳，係似乎大家都係勢均力敵噶 ，keep 住。好，比賽結束啦！哇，勢均力敵，旗鼓相當，嗌到喉嚨。兩個真係不相上下，同埋咧兩個都好重拳重腳，係好重腳。同埋咧，因為咧我都中意有時拍嘢中意起腳玩嘅。咁其實我中意起腳，因為睇咗阿梁小龍嘅陳真。呢場比賽因為冇擊倒出現，所以係判負嘅。恭喜曬！好啦，咁我哋又請嚟頒獎嘉賓，頒獎嘉賓有我哋嘅李俊華先生。有請李俊華先生，哇！真係雙方都真係好犀利，即係拳來腳往，你一嘢我一嘢，你一嘢我一嘢。同埋啊，老鼠啲腳起得幾高，係啊係，幾重。如果你擋唔到咧，真係隨時嗡就暈㗎啦嚇。如果你隻手擋唔實咧，自己冚翻自己都會暈。都痛，隔山打牛。係啊，咁我先係聽到我哋嘅嚇黃水又講緊就話有呢個組合拳咧，因為佢後屘大家都旗鼓相當咁上下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要打啲所謂組合拳就係 one two three four 連燒大家幾下落幾下落幾下落嗰啲，希望喺度可以有個突破缺口。咁就係 end up 都係大家真係實力比較平均，所以喐唔到嗰樣。係。好，影張靚靚相先。好，恭喜曬兩位！恭喜曬兩位！好啦，係時候訪問下啲嘉賓。我見到咧，今日除咗阿鄧總頭先睇到好認真之外咧，